坐啊，自己倒水喝。好，我找电话。嗯。小峰，我的意思是，小峰一到清迈去训练了，你总得等他回曼谷啊。我昨天在我住的小区附近看见他了，我住的地方叫清迈吗？啊？不是，不可能。你那是思念过度的幻觉，李贺，你还在给我演戏？我儿子根本就没去泰国，你骗谁呀？行，你别生气啊，你坐着，你生那么大气干啥？我说还不行吗？来喝杯水。房间里的剑袋都不见了，我就琢磨着，他是不是学剑去了？这你也知道了，他跟谁学剑呢？叶伟、孙峰、冉少强还是周建一？赵振宇。知道，我和我师弟的过去，他这辈子最恨的人就是我。你竟然把小峰交到他手里，你安的什么心呢？不是，你别离我这么近，我不能呼吸了。我李贺，什么都别说，这么多年的兄弟，你居然这么对我！我，天琪，天琪，等会儿听我解释。天琪，预备，开始！注意你们的手脚配合。我说过多少次胳膊要伸直，腿打开，手脚都没有办法配合，你怎么控制剑啊？还有你，谁让你卸下来的？带上。不是，奥尚学院的冉教练来了。还有祖师爷。刘老师，冉教练，冉教练你怎么来了？那个人谁啊？怎么大家见他都吓得跟鹌鹑似的？他是我爸的师父，佩剑界的国宝刘知行老师，我跟我姐都得叫他一声祖师爷。哇，这么厉害！对啊，那这佩剑界的拳王阿里了，好想跟他来一场啊。行了吧你，你给他提鞋都派不上场。谁是冷子峰？冷子峰出列。你就是冷子峰，师父，上一次就是他在比赛场上使出了死亡华尔兹。我们认识吗 ？OK， 我要和这个孩子单独谈谈。好。
除了冷子峰，所有人跟我走。天琪，停车呀！你等等我呀！天琪，你停车呀！啊，听我解释啊！哎，等等我呀！师傅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俩同路，放心，车下我照付啊。你上来干什么？我知道是我错了，你总得听我解释解释吧。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让我师弟知道子枫的身份有什么后果，你不知道吗？够了你，文天琪，你还在保护你师弟啊？那个赵振宇害你，你还不够惨吗？背这个背叛者的罪名真没用，窝囊一辈子。你现在还要拉子枫下水啊？子枫是我儿子，我最清楚他需要什么，我就想让他过上平平安安、远离是非的生活，怎么样？可是你知道子枫要什么吗？总之，子枫绝对不需要一个外人唾骂的父亲。